准提咒也是除病咒，所以我们出家人被供养，我们就会念这个咒啊。这个咒也叫一切满愿咒，除了发财、不要生病、一切满愿、菩提心不退，所以出家人都会念这个咒。起手皈依苏悉地，头面顶礼七俱之。我今称赞大准提，唯愿慈悲垂加护。那么萨多呢？三藐三菩陀，具足呢？达智他，唵，哲理主里，准提萨婆诃。